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我就很想说话。你不是很想说话，你这话很多。对，跟小兰在一起我也不要说，哎呀，一会儿你喝口水，一会儿你不能不喝水的，一会儿又是你嗓子，你看你嗓子这样了，一会儿又是你多穿点衣服嘛，哎，一会儿，真的是话很多。你累不累？为什么要累？你平时去摆摊的话，你都早上摆摊就回去休息了，晚上都不要。你从来没有晚上这么累的吧？嗯，没有啊。我如果第二天要去卖菜的话，第一天要去递你就是打你菜回来，回来还要重新再打你一遍，这样子有的时候我第二天凌晨五点多从家里出发的话，我基本上晚上备菜我都要备到12点以后，也是差不多1点左右睡觉，有的时候一两点睡觉这样子。真的就是我很谢谢就是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就一起支持小唐，支持阿尔，支持十三的家人们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谢谢。现在都马上12点了，就大家还在这边支持我们，真的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来感谢的。谢谢直播间的哥姐姐们。大家都希望谢谢大家都希望小唐好好的，我知道跟我一样，我也希望小唐好好的，我希望小唐以后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。那我们那个差不多的话，凡哥，我知道你是让你留下，你都不会留下的。你是给我上一单天麻吧，与你相遇你还没买吗？给你上一单，那你赶紧哈，10秒就下了哈，给你上一单天麻哈，我给他上一单天麻吧，你买下手机。好吧。上一下天麻。辛苦了。是你们辛苦了哈，是你们辛苦了，非常感谢。是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辛苦了啊，是你们辛苦了，一直到现在这个点了都还在这里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天马上了，你跟那个与你相遇，你跟那个哥哥说一下。与你相遇，哥哥还是姐姐，天马已经给你上架了哈，天马已经给你上架了，然后天马是山里面挖的哈，然后是不是你们药店可以买得到的哈？然后是乌天马哈，乌天马，完了，它这个你拿回去啊，它不会是那种很光滑的，它是坑坑洼洼的，什么样子都有哈。天马街上很多假的哦。上次买的排骨特香，谢谢橙子姐姐。就是排骨的话，我们家的腊肉香肠排骨香肠都还好，腊肉跟排骨的话，我们拿回去清洗干净，煮的第一遍水，我们倒掉不要，煮20多分钟，第一遍水倒掉不要，然后再重新加水再煮第二遍的水，再煮个就是20多分钟半小时的样子，然后出锅可以吃，这样吃就不会咸哈。你问一下，就是说刚刚那个你问一下下了没有，好像还没有下。与你相遇你还没下单哦。与你相遇姐姐刻意为你的你上架的，你下单我们就下了。与你相遇姐姐还在不在？天马已经上架了哈。二不下播，我们不散，谢谢。上排骨，就排骨也直接上了吧。行嘛行。排骨上了哈。13，跑了，可能是个黑粉。好，排骨小唐真单纯。排骨上了，有了，排骨上了哈。还有排骨吗？有的，因为有的还有排。对，要下单的赶紧啊，我们就下了啊。还有排骨的哈，还有排骨的哈，你们马上上一下哈，来，这个是排骨哈，这个是排骨，这个是我家的排骨啊。我们家的猪肉呢是正宗的土猪腊肉哈，土猪腊肉，然后油会就是猪油会多一点点，然后排骨的话，是排骨的话是给大家上的59哈，59一斤，然后排骨拿回去我们清洗干净下锅煮上了，天马上了，煮个20多分钟，煮半小时，然后第一遍水不要，然后再重新加水，然后再煮第二遍，然后出锅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。然后刚刚要天麻的哈，天麻可以给你上架了，但他们都说的我们太天真了，是个黑粉，是黑粉，我们没有，不是哈。哦，不是吗？哦，是断网了哈。与你相遇，哥哥还是姐姐啊？天麻已经给你上架了哈，138是半斤哈，是250克。完了，天麻的话是
小唐的天麻真的是没有赚什么钱的啊。玩个天麻的话，是我收的价格是130哈，130的价格收的，然后快递费加上这个纸箱费，然后我应该能挣大家2块3块，顶多挣大家4块，最多挣4块钱一单哈。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哈，谢谢你们支持。刚刚我直播间哥姐们说他们最便宜的都要卖，158的哈。上架了哈，好，排骨也给大家上了哦，还有那个刚要香肠的哈，香肠的你香肠也梵高，香肠也给大家上一下，然后刚刚要那个香肠的哈，香肠的是麻辣香肠，然后是这个是微辣的哈，大众口味香肠一直都，我不能每一个东西都给大家做福利，对吧？这个五花肉啊，后腿肉啊，排骨我就没有做福利，但是香肠，用香肠给大家做的福利，一直都是用香肠做的福利啊。49的价格啊，香肠一拍排骨瘦一点的，好好，排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哈。香肠上了啊。要不我们就上场跟他水要就拍一下，我们就下了吧，都下了。好，下了以后我们差不多那个啥，差不多我们就你那个啥吧，因为凡哥是肯定是要回去的。啊，不回去啊？啊？我不回去啊？啊？你干嘛天天赶我走哦？啊？我没有赶你走啊。是因为我知道啊，这你是现在是对着直播间哥姐姐在开玩笑，对啊，我因为凡哥是凡哥，我最喜欢凡哥一点是什么呢？他真的是很绅士，他不会就是说，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住在我家也不是很方便呀，或者那种，哈哈，不回去，听到没有？回去，凡哥也是双眼皮看到了哟，还捂着脸，来。哎，不要捂着脸嘛，你手不要捂着脸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吗？手不要捂着脸嘛。你手不要捂着脸。这样，我就不捂了。都说你长得很帅呢。哪里哟？明明就是丑，这头发我都见不得人。从来没有这样子跟。钱还没发过去，什么钱还没发过去？刚刚那个天马好像是没有下单还是怎么回事？嗯，就是进了那个黄车，然后没有下单呀，他说钱没有过去。没事。喜欢凡哥，他老婆在直播间啊？没有老婆。凡哥。钱还没有。凡哥说凡哥说他没有老婆。就是说还没有下单。就是还没有付款成功，天马。我再上一下啊。还没有付款成功，天马我上了哈，你看一下。凡哥露很帅很帅，帅呆了，凡哥露个脸。天马看在我们一直支持你们这么晚份上，凡哥露个脸吧。阿姨喜欢凡哥，谢谢谢谢姐姐，谢谢谢谢。有老婆。你看直播间都有个哥哥说你有老婆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干嘛骗你？我相信凡哥不会骗人的，你是不是真的有老婆？嗯，就在我旁边。啊？就在我旁边呗。你得了吧！看到没有，哥姐们看到凡哥了吗？还不好意思。不敢露脸，要隐瞒什么吗？对，要隐瞒我这张丑的脸。过两天等我变成帅的脸，再给大家。不露脸就给差评，不能给差评哦，他都不敢见人呢。我都说了过两天。90%有老婆了。我都说了过两天要露脸。哥姐们都说你90%有老婆。没有。你手不用打嘛，可以不露。我没有让你正脸看我，那你手不要打嘛，好不好？凡哥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哥姐们，凡哥最近手比脸还白。就是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手，我的手臂给大家看一下，跟我的脸比一下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为什么不露脸呢？他跟着我去打竹笋，一天就晒得乌漆嘛黑。手机这个就是这样的，还不是很清楚，现实真的是很丑的。他不丑，反正很帅的，反正很帅的，但是就是不用的别名露脸，怕老婆看到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是个帅小伙，他一直这样对你好，你成为两口子也正常。这个得看凡哥吧。三好二幸福，嗯，对，其实跟凡在一起其实是很幸福的。然后还有一点是，哎，反正那种感觉哈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说不上来。刚才那个与你相遇，那个他心里美比什么都重要。凡哥的心不是一般的好，凡哥心真的不是一般的好，是特别特别好。不好不好，可以说是我认识的男性朋友之中，他让凡哥人最好了吧？估计。但是我虽然说我也认识，不认识那么多人，啊，阳光大男孩。凡哥不是对谁都好的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姐姐还是哥哥，这个我就不，凡哥等一下回去多久到沙加牛？一个小时吧，差不多一个小时。开车开快点，不用一个小时。差不多一个小时。给个差评快露脸，哎，你至少露半张脸吗？不是，对。看一下我吧，你看一下我吗？我过两天剪个头发嘛，这头发太难看了。你这头发还剪，好不容易才长那么长，你刚来的时候你头发是跟这个一样。我的手跟凡哥的手，完了，我的手那个啥，晚上不走了啊，不能。他们这边的太阳真的是有毒哦，我就晒了两天，晒得非洲黑人一样了。那我为什么一直晒都那个没那啥呢？是不是啊？你有抵抗力了呗？嗯？你有抵抗力了呗？帅气，反正长得挺帅的。凡哥，等一下回去跪搓一把。发型很帅，居然还说发型很帅的。你一会儿回去跪搓一把。他们都说你有老婆。我在山脚下特意租了个小房子，离阿尔最近，离阿尔很近。凡哥他是这样子的哈，凡哥他们的总公司现除了福建他们福建不说，他们现在这边四川的总公司在成都，然后分公司在乐山，然后这边也有分公司，但是在这边分公司附近他有住的地方，是就是很漂亮的屋子，但是他没有去住在那边，非要来我这边住，住在我们这边的山脚下，然后就是为了接送我去打竹笋方便，然后就跑来住在这边。我也是，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啊，你累不累啊？你又要给我喝半瓶水？不是喝半瓶水，你喝吧，我怕你那个。其实凡哥真不用的，你看一下镜头嘛。不要一直耍我了嘛。我没有啊。你喝下水嘛，你喝下水，早点休息吧，太晚了。你看一下我嘛。嗯。看不看嘛？笑一下，这么笑的吗？你要笑死我。你喝又是给我喝半瓶水，反正已经习惯了，现在早点休息哦。你一口我一口，从此就成了小两口。早点休息吧，啊，好。你跟家人们，就是道个别。对了，行。最后你让家人们，就现在直播间家人们还没有点关注的，赶紧点个关注吧。今天晚上，好吧，都没有叫他们点关注。美颜已经识别不了你了。哥姐们，你们没有给我点关注，大家可以给我点一下关注哈，能点一个算一个，谢谢你们哈。就像小两口，没有。十三不会做饭，去照顾他的饮食。其实我说实话，我看到他这样子很心疼的，真的。因为尤其是他现在，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然后自己一个人住又不会做饭，所以我那天是刻意想去带点羊肚菌去跟他炖个汤，给他补一下，是这样子的。挺帅的，鉴定完毕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好男人，来，你们没有给我点关注，大家再给我点一下关注，然后没有加粉丝团的可以给我加一下粉丝团，然后我们就要下直播了哈。
别为难十三了，对，好，我们不为难他哈，不为难他。寻他十三，你还让他半夜下山？不是，这个倭寇，这个倭寇哈，不是让他半夜下山。其实凡哥是逗你们开心的，凡哥他为人就是会考虑的很多，然后也会替我考虑很多。他觉得住在这边也会不方便呀，或者说是各种那种啥。而且凡哥是一个特别绅士的人，即使我们让他不回去，他都要回去的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也是上次我爸都说要不就不回去了嘛，太迟了。他都不愿意留，他都要回去的。明天对那天嘛，给十三补补。好的好的，可以。门口搭个帐篷，还有门口搭个帐篷呢，咱休息哈。好，休息。行，那我们就下直播了哈。嗯，拜拜。你跟他们挥个手再见吧。拜拜。好，那哥姐们，过两天等剪个发型给大家见面哈。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昨天下午生个气，然后今天上午生个气，然后就长了个痘痘。那我就先下直播了。你这个好吃吗？很好哈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